必须保护大极左寻亲者，灵魂属于我。沉默打什么？沉默好像没有人可以打。看极左寻亲者，哎，留啦，完全就是被寻亲者所迷惑了。大家千万不要这个样子啊，千万不要被烂牌所迷惑、啊。寻亲者是不会赢的，只是很爽而已。这个好像也没屁用，全要打两点，可以接什么？树根，很多很多的树根。但是比起那个王牌，还是好像比较重。王牌是比较重要，因为你王牌可以保证你可以解掉五八八。那刚刚这手应该要换掉，然后这个是看人啊，我喜欢，所以我把它留起来了。要不然还是地狱烈焰比较好，地狱烈焰可以处理最多的手下。地狱链可以烧，可以烧，可以烧制式，可以烧第二层的幻影，可以烧伐木机，可以烧啊，幻影也是可以，幻影可以硬烧。嗯，对。还有什么？没了，慢了。咦，这怎么一块块？要卖还是要卖？要我进攻哪里？哎，你拿到神器了吗？我只是想要玩啦、啊，对不起啦。下出这么多的可能性，我的盾为阿姆斯而组成就。好难哦！啊，每一手都觉得快要死掉了。回击。那就少一把。
抱抱博士的机会大，七回还不做这个，睡觉。这也可以拿有拿猴子也不会赢，拿猴子就是晚一点输，也不会晚一点输啦，可能还是输啦。大地不解，扣血抽，看人生的未来。哎，你要炸什么？没有东西可以炸、啊，那你还是要抓炸大地。扣血抽十五，对啊，那结果一样。我扣血抽跟没有扣血抽都是，我做猴子跟没有做猴子看下一张，然后做。啊！大地降过一次，啊，那我可能死了，我可能死在树根手上。嗯，我可能死了。我必须保护这片土地。含个条件，你投降，投降我饶你，就饶你一命。把木子到手了。好、哦，我可以一回合扣八喽！我想想。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，部队注意，喝了喝了。哎，我应该把小尾巴给老大留着，我有马尔加里斯。我想错了、我打错了，我是个白痴。第二次会不一样哎、欸，哇！我看一下，我有什么？我没有马尔加尼斯了，我有，还是有马尔加尼斯啦。我有希瓦纳斯、沃金、范克里夫、基因牛肉大佬、钓鱼哥、奈法利安、憎恨者、抱抱博士、艾吉斯什么奇怪的东西、绿皮队长、死亡之翼。我看到我有金之翼了。我还有旧之翼，天哪！我有双之翼耶，太翼啦！还有什么？还有一颗米米伦之手，米米伦之手有三只机械吗？看起来没有啊，比斯巨兽在我手上，还是这样？看完了，嗯，不错，不错。时光不等人，妈个牌超长，呵呵，反正不管，现在有战吼，现在只要有战吼的歌就超强，这样。
他下回打15点，他大地降过一次，所以我可能是我应该死了。哦，没死啊，叫老爸咯。可惜这不是战猴，不然就做四颗树了。对，这不是战猴，这是二选一。我再看一次，在哪里啊？看不到了。乖儿子，我必须保护这片土地。我没时间玩游戏。我没有沉默。我做着梦，而世界为之颤抖。准备变成猎物。烂头。哎，你会怕？我也觉得你会怕。哦，没有赢，干。没有赢，干。我不知道他喜欢他是不是偷三小、欸，哇，好像很危险。我剩单嘲讽啊，他自然自己喜欢咆哮，多一只果就死了、啊。我必须要全解，可是全解的机会有点渺茫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办法全解，我没有办法全解，我输了。哎，说明他没有、啊。哦，我有了，我下个罗马就可以全解。然后我赢了吗？算一下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扣血抽有什么？塞弗少不行，没有啊，没救啦，我解不掉。当然没问题。准备变成历史。我扣血起来只有之一而已。好，我输了，就这样。玩的不错。哎、欸，讲还没有结束。发现野兽！哦，我应该下比试巨兽撞给他，对不对？这样会赢吗？9+70，哎，赢了！我事情常丢掉了吗？应该丢掉了。我有，我死了。变连接打老爸喽！我有，我死了、欸，因为他大地降过一次，我算15滴血，我早就死了、啊，没有啊，哈哈，哇，哦，可以开、欸，来来来，点对哦，看另外一个人老爸喽 ，yes，yes，yes。Yes! Yes! Yeah! 金猴子首胜!